傅，就是那个拖延症还有强迫症，是不是一种心理的业障呢？像有的人的话，他就精神呀，精神呀，这是属于 mental 的，啊，所以 mental disorder 也就是说，所以精神上控制不住的，明白吗？哦，那这个我们怎么调节呢？啊、调节嘛，治疗呀，是不是心理辅导师的角度上来讲嘛，不断的跟你讲那些心理的状态啦，你的发病原因啦，然后帮你分析啦，嗯、帮你调整啦，就是这样呀。哦，嗯，这样子啊。嗯。哦。对啊，就这个还挺难控制的，有的时候自己的是啊，人的是思维很难控制的，根本控制不住的呀。强迫症的话包括很多了呀，啊、不要去想，他非要去想，也叫强迫症啊。对啊，那这是业力吗？是八个前生的业力吧？那当然了，你从心理学讲不叫强迫症，从佛法界讲不就是业力所为呀？因为你的八十天中过去拥有的东西，它会不断的反出来的呀。对，就这样子的，就有的时候念经的时候，他就。那个业就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真的控制不住自己在想什么，不好呀，就想着还就非得去往那方面去想，就说，那应该怎么去化解呢？怎么去调节呢？念经呀，大悲咒啊，心经啊，都要念的呀。师傅，你知道我前段时间那个业力在我心里翻了，你知道多难受吗？你不知道你忧郁症啊？你现在跟我讲话，我都在帮你治忧郁症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谢谢师傅。我在帮你解释，就是在帮你治救忧郁症。忧郁症的病人就是一件事情翻来覆去的讲，因为他解不开的疙瘩，剪不断理还乱。然后呢，他的思维当中总涵盖着这些概念，自我认知的概念，而这些概念让你痛苦不堪的，在你的大脑思维当中残存着。所以一旦你想到某一件事情，他就会跟他联系在一起，所以就一直造成他的痛苦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明白。好了。